截至目前，已经确定开行郑州、兰州、西安这三个番线30列进监务工专列。针对务工人员集中到达这一特点，我们车站增派了工作人员在站台、出站口等重点部位进行引导，疏导旅客快速出站，并根据旅客需要开启中转换乘通道，方便中转南北间的务工人员在站内不出站快速中转。